的吧？没有，他写他自己的、啊。你的他也写好了、啊。哎呀，哎呦，还是老话一句。你现在还啊？会吗？怎样？还觉得他们没有？没有，我觉得。哎，他写什么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要偷看啊！你怎么办 ？OK， 你 OK 的。形容一下那件衣服。哎、欸，啊、哦，我知道那件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好像我最喜欢的。对你最喜欢的。哇！哦！等一下，你不要看。等一下，你好了吗？你确定就这样子吗？这是你来他的。等一下，你要不要改一下？你这答案蛮笼统的，还 OK。